剪刘海咯，有人看得出来吗？剪刘海咯，播个音乐。Oh my god， 我肚子好饿，一直在叫。Hello。嗯，怎么是从一半开始播？Hello， 一说就看出来，看得出来吗 ？Hello， 大家晚安。跟你们分享我今天去看牙医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我有两件想分享的事，我忘记另一件是什么。好，没关系，之后应该会想起来。Hello， 看什么刘海？刚睡醒没有哎、欸？哦对，但今天很想睡，因为我早上去看的牙医，然后我可能因为平常就睡蛮饱，然后我今天下午就有点睡不着，对，所以我现在有点一处在有点想睡觉的状态，但是睡不着。今天他们重新吃了午餐，但是现在饿了。对，有麻醉吗？有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对，就是我现在就做那个嘛牙套，就是那个根管治疗，然后我就有做一个牙套，然后我去超多次的，我每次都以为是最后一次了，结果每次都不是。我以为这次没有拔牙。拔牙今天就不会直播了，我以为我今天就会结束这个牙齿的这个，我就可以装上我的新假牙，结果今天还不是、欸、然后也不知道下次是不是，下次需要两个小时，他说需要两个小时，然后我每次都以为是最后一次，我以为我今天就可以得到我的可爱新假牙，这样结果居然还没。对，我不知道牙套看那么多次，我不知道啊，超多次的。然后他一直印那个膜，牙医最大谎言嘛，疗程。对，但我其实不知道我每次去都在干嘛，就是每次去要打麻醉，然后我就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他又会把那个超大牙装回去。我上次还以为我已经有新牙齿，就我拿那个手机后面是镜子，我再看一下，哎，怎么还是这颗这样？已经蛮久了。有跟牙医说那个智齿怎么去吗？没有。牙医好看吗？不好看。我真的很不喜欢看牙医。很大对。两个小时真痛苦。我可以再，我真的以为今天是最后一次了，因为今天我把最后的钱都已经付完了，结果还有下次，还有两个小时、欸、下次要两个小时，我其实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，我不知道我每次去都在做什么。对，我每次去然后就躺下嘛，他就先打麻药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做什么事，然后就这样就回家这样，然后就我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，每次我印了应该三，今天印了很多次膜，但我不知道为啥，然后之前我也印过了膜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好像戴牙套的人会印吗？我现在也觉得很厉害，我居然印了那个膜，你们知道吗？有没有戴过牙套吗？不是，就是一般的牙套，不是我这一颗牙齿牙套，是一般的牙套。臭臭的那个哦，它好像有一个什么去光水味吗？不知道，我上次有讲过，但我其实觉得还好，我可以忍耐。我后来觉得我是不是忍耐度比较高？没戴过，先放板凳。是不用放板的，还是放板，但是就是听的意思。看牙医几乎都要去好几个礼拜，可是真的太久了，我已经去超级久的。我从我去年十月开始一直在医院报到，我真的好累，我真的累了。他没有跟韩叔进入，有啊，我怎么记得他上次就说
他上次就说你下次就可以把最后的钱带来，然后装上牙套这样。然后我想，今天没有装牙套耶。对，然后结果下次就要2个小时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每次去在干嘛。但我知道，我知道他就是不会骗我，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我每次去都在干嘛。而且我还要打麻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麻药，我不是就已经快，因为我牙齿现在已经被磨平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现在装假牙，就是以外我牙齿就是平平的这样，然后感觉随时可以被装上去，但我不知道我每次去都在干嘛。他每次去好像就会把那个牙套拿起来，然后不知道做什么事，然后最后又把牙套装回去这样，没印好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印的牙套要怎么运作。他确认一下每次做了什么，还要付了什么钱？没有啦，那个钱就是牙套的钱。对，请牙医每次跟你报告进度，但我也没问，我就想说就这样吧，他应该也不会骗我。我牙齿太大颗，发现那个牙套不够大，什么意思？但我已经硬超多次磨了、欸，怎么我累了？对，我累了。有问过医生还要再来几次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但我之前很久以前问过，然后他说就是不能确定几次，但是就是蛮多次这样，因为这就是他好像说，因为是一个疗程的一个进度，所以也不能说确定是几次这样。但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多次，我居然从去年10月一直到现在在调整模式吗？韩国恐怖电影跟蛀牙有关系？什么电影？晚上好，瑞瑞的嘉纯，不用付钱就能跟女偶像接触，但是是女医生啦，对。看牙齿调的状况，吃饱了吗？还没，维持半年的根管治疗，而且今天装完牙套，我觉得很痛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应该一直都是同一个牙套吧，还是他每次都是新做一个牙套之类的吗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就看一个小时的牙医，结果我排了一个小时的那个叫什么批假，我排了一个小时，然后我又不敢坐下，我就一直站着，我就站了一个小时。特别是前几天练舞，我已经全身酸痛，每次练舞都很像隔天起来就很像被车撞一样。然后我跟姐姐就躺在床上，好酸的，我们已经没了。批假就是批假挂号，看大医院，因为我是去大医院，然后大医院不是，我不知道，应该都要吧？大医院看完，对对对，挂号缴费，就是看完医生之后，你就要去一个地方批假挂号付钱，这样，好夸张，对，挂号费跟药费。哦，不是那个皮甲，牙医是女生很少见，真的吗？但我真的看到的牙医都是女生哎、欸，我补蛀牙的牙医也是女生。不敢问的话，给我牙医打9000，谢谢哦。医生证吗？这个重要吗？女医生可能是女犯。不要看好了，那超恶心，什么超恶心的？根管治疗。而且我每次看牙医的时候都是闭着眼睛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尴尬，就是跟那个医生四目交接的话会很尴尬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看牙医的时候，或是去给人家洗头的时候，你们会张着眼睛吗？还是你们不会张？还是你们不会去给人家洗头？就是看医生的时候你们会张着眼睛吗？在医院的流程特别多，有好事。对，我今天真的站了一个小时，我已经觉得快不行了，我连手臂都在酸，我就是光因为就是练舞练的全身都酸痛，然后我就是只是想滑个手机，然后我手这样举着，然后结果放下去的，哦，好酸这样。会闭眼？对，会闭眼吧，洗头会闭着睡觉，我是不会睡觉啦。对，我好像，而且我会帮忙抬头，但是我有看过网络上好像说，就是你如果自己出力的话，反而他们好像会比较不好洗。但我已经习惯，因为小时候就是爸爸会带，就是我们全家就会一起去洗头这样，然后我就已经习惯，就是每次洗头我都会这样有点，就是帮忙出力一下这样，我怕我头太重。
对，像我已经习惯，我已经没办法改观，我已经不知道不出力怎么样，因为他拨我的头，我就会觉得嗯，好像脖子要用力一下。对，全家一起去洗头，可以闭眼但不会打呼，好酷！你们不会吗？现在看到牙医都会想到那个比爱心，什么比爱心的？额头上有挡水也看不到人，干脆闭眼。不一定每家都会有挡水的、啊，挡水应该是那种比较高级一点嘛，就是比较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医生不会看你吧？他要看你嘴巴里面，可是没有，可是你就会，就是你这样张开眼睛的话，你就会一直看到他就这样，然后你就这样，然后他就这样。有点社死的感觉，会闭着，根本没在洗头。柜台人员才大部分都女生，洗头后面会，洗头后面还是会不自觉的，对，会不小心头不小心用力。就牙医是要麻醉针的手势，结果牙柱跟他比爱心，怎么好像有看过，但是又有点没有印象。哦、好像有哎、欸，好可爱，用眼神跟牙医聊天，还是不要看不到？对啊，不是，而且重点是，就是我每次闭眼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就我嘴巴就一直张开嘛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嗯，就是有时候他会离开我的嘴巴，想说，我可以闭起来吗？就是感觉有点尴尬，就是如果他就是像他上次好像打磨我的这个牙套，谢谢包子的啾啾你哦。谢谢。对，然后不是他上次好像在打磨我的牙套，然后我就嘴巴一直张在那边，而且我闭着眼，我就嘴巴一直张在那边。然后我想说，嗯，那我现在可以闭起来嘛？然后就我有时候就我闭起来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哦，好，要装上去了。然后我就闭起来，然后又张开。脸很酸，会想休息一下。对啊，脸真的很酸哎。另一个版本是工地要盯上手势，然后这个时候一直闭眼。这我没有，工地我就没有看过，但牙柱好像有点印象。上班先拜，礼拜三休假再跟。好的。哎，对啊，我明天打疫苗吼。对，我明天打疫苗，祝我顺利。谢谢泡芙大叔的甜在心饼干。然后我今天早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很想吃麻辣烫，就是一家麻辣豆腐酱麻辣烫。你们鸭血跟豆腐比较喜欢哪一个、啊？就是麻辣的话。我以前好像不怎么吃豆腐，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吃豆腐。然后我今天看牙医，我就一直很想吃，一直很想吃麻辣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突然想到。然后我今天早上就期待一个早上，因为我九点看医生，然后我就大概八点多就起床这样。然后我就一直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吃麻辣烫，然后就想一整个早上。然后我批假的时候，我也肚子超饿，不知道为什么肚子超饿。但是其实我后来回家，因为我先讲我中午没吃到，然后我回家之后我就直接睡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又没有很饿，这样好像睡觉真的不会饿。准备镇痛贴敷在伤口，前两件有副作用吗？还好，但就是手很酸，然后有一点寒寒这样。鸭血加百叶豆腐超棒，豆腐，对，我也喜欢豆腐，大家手臂很酸。难得礼拜四晚上没播。我吗？我都是随便排的，就是有空的话就排那几天。明天要打疫苗，结果星期三要开直播，希望你顺利。因为是上礼拜才预约的。牙医旁边那位，鸭血，疫苗约好。好，可以闭嘴吗？我超级不喜欢，我超级不喜欢在看牙医的时候讲话，我有点内向。第一季看了两个礼拜，医生二三季都无感哦。那我三季都打一样，打 BNT， 常被饿醒耶。啊，但是一直睡觉的话，感觉不太会吧？但我今天早上是真的有饿到，然后就好想吃，但我又很想睡，因为我最近都超级晚睡的，然后我都睡到一点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讲，因为我两点睡觉。也是一点起来，然后三点睡觉还是一点起来，五点睡觉还是一点起来。那我就想说，那我就不如晚一点睡，这样就可以有比较多时间。
然后结果我就昨天晚上整个大睡不着，然后我今天早上整个超级想睡觉，跟姐同时睡，她现在也都很晚睡，有没有考虑11点睡觉？没有，那我这样就睡太久了。对，我穿零一圣诞 T， 今天的韩寒也很卡哇伊哦，卡哇伊。为什么那么晚？因为就不想睡啊，就是，对啊，就是不想睡。谢谢花生的啾啾你哦。哦，而且我跟你们讲。我的讲话的东西好乱，我刚压洗我的麻辣的东西还没讲完，然后我现在又想讲一件事，就因为他今天要帮我印那个，你们叫印那个膜，然后他有一个铁的一个东西，然后他就会在里面放那个软软的东西，就它会变硬，然后他就塞进我嘴巴，他就叫我嘴巴张开，然后他就把我嘴巴往旁边拉，然后就我嘴巴太干，我这边就。有点小裂吗？我刚涂口红就避开这个，看得出来吗？这边有点小裂，我真的是有点痛哦。嘴破，那到破皮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但就是很就嘴唇很干嘛，然后就这样拉，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说我嘴巴很干，但他好像有帮我涂一点护唇膏的感觉吗？还是有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觉得有涂跟没涂一样，就是蛮痛的这样。我不知道他看不看得出来我嘴巴很干，因为我感觉我应该爆死皮这样，但好像看不出来这样。这里啦，这里。对，想说没关系，但他好。那他你嘴破了吗？你都说自己嘴巴蛮大，为什么还要拉？因为他硬膜那个东西更大啊。因为我应该是，哦，我下排牙齿好乱，就是蛮宽的那个，这叫什么？我忘记了，它有一个名字吗？牙弓吗？我这样怎么对得起牙齿小达的称号？应该是牙弓吧，我牙弓比较宽。今天是一，因为我肚子很饿。医生今天凶猛的表情，对，嘴巴很大，对，口腔没有哦。你说那个撑开的吗？那是我是不觉得不会痛，但是很酸就很痛苦这样。谢谢思涵的啾啾你哦。谢谢。不考虑找 Demo Bird， 因为他们都用电脑啊，我有笔电，但是没有滑鼠，所以不能玩。但是最近是不是很流行那个 Apex？ 怎么念？是这样念吗 ？APEX 的那个枪战，是不是出那个手游了？我原本想说那应该是一个电脑，但是我上次看慈修他 IG 发说。出了手机版是吗？然后我好像在 App Store 有看到，就想说要不要下载，但是感觉应该没有人要玩，因为其实我蛮 3D 晕的，所以对，还在犹豫。一起来加入日夜颠倒组吧！我今天为什么一直伤心啊？我真的日夜颠倒。谢谢林果的告白气球，那我今天要早点睡，在那喷。安的咖啡，吃鸡应该就可以玩吧？我就是不能吃鸡啊，我吃鸡就会3D 晕。继续传说，不要，我最近传说打到有点崩，心态崩了，我已经输到不行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前几天有一天打了，从下午打到晚上，然后好像连输7场吧，我真的谢谢，为啥？对，手机版，我打到不想打，我这个赛季输到爆，组队就输。早睡是几点？就是早上睡这样，大概5点，心态炸裂。遇到猪队友没有？我觉得我有时候也是有，但我没有最后一名过，但是就是
觉得可能没有发挥很好这样。零到七玩随机会连输下来排位啦，排位我现在都打排位，但是真的组队好容易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你们知道吗？有没有传说小答？为什么组队很容易输？有时候跟我朋友一起，或是跟我朋友在跟切谎一起，然后就是输到爆，真的输到爆。不是应该检讨的，我不是这样子的人，我是检讨自己的人。我本来觉得这样输了就会一直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啊。但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半夜打传说了，对，我就是大概可能九点十点嘛，我也不知道，哎，就随就随到的人，大概都是十点多吧，九十一十二，组队就要遇上 AT 团 ，AT 团是什么？组队如果没有打，他会跟单排没两样，是没错啦。但真的组队就会一直输，我自己打就会比较不容易，组队也容易排到有组队，对面组起来比较强哦，对面搞不好沟通比较丰富，可能带了一个的拖油瓶，没有，但是我朋友也都蛮强的吧，就是我们差不多的那种，打到五点被姐姐骂，对，她还没睡。组队对面也会优先排组队的，半夜，对啊，半夜都是厉害的人。我之前不是过年的时候，好像过年的时候嘛，然后有一天我不是说我没睡觉，然后我早上就起来在打传说，然后就一直狂赢。对，应该是因为那时候强的人都不在。朋友很强没错啊，但怎么样，阵容跟战术有时候会有影响，但自己我自己打的时候我很强 MVP 好不好，所以肯定是因为不可能喊喊，对啊，该早上打了，但我很少。你们整天一起失眠吗？他没有失眠啊，他也只是不想睡觉而已，他今天好像睡到两点嘛，我不知道，我今天也有一点一直迷流，还没放假的时候半夜队友都能在放假就不一样了。对，还是品涵，品涵怎么样，没睡吗？品涵不会这么晚睡，最近西路卡很有东西，感觉考虑可以玩一下。我没有用西路卡，但是我朋友很喜欢用西路卡，对，难怪最近西路卡比较容易被选走，因为我朋友之前选西路卡的时候都就是没人会跟他抢这样，现在就是要肯定要抢一下，不想睡觉不就失眠，不想睡觉是失眠吗？一个是不想睡觉，一个是我不想这么早睡，一个是没有睡意，一个是我不想这么早睡，我一样是，我现在讲话有点奇怪，我现在是我不想这么早睡，越睡越晚，对，但我一定都一定要就是睡到一点，不可以再多睡，一点就是我要起来活动一下，可能吃完东西再继续睡，但是我一点一定要起来，只要有睡饱没差，对呀，失眠是我想睡，对对，睡不着，谢谢泡芙大叔的甜在心饼干，今天衣服真好看，是哈。西路卡现在是胜率最高射手，真的假的？失眠是想睡睡不着，自己理由是睡不着，忘记睡觉是怎样，不会累吗？嗨西西，嗨福福猫，嗨梦憨，想睡却无法睡最辛苦。但我最近有一点啊，就是因为我现在都太晚睡，然后我要早睡的话就会有点睡不着。晚安。我以为我醒了，其实还在做梦。我不知道，我前几天好像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，但我有点忘记了。我好像被关在一个地方。感觉在一个，我也忘了，有点忘了。反正就是我好像没有手机，然后
被关在一个地方嘛，对，就觉得很痛苦。不是下一诊所，不是被解关的鬼子，不是，是一个空间。谢谢西西哦，谢谢切斯切的香槟 level 八，谢谢，很炫的特效哦。这是不是香槟 level 八 mix 这样？香槟，谢谢，好突然的香槟大礼，小事的事。民众，谢谢开香槟，我没有那个啵的声音，发火不会。谢谢 ，My God， 我肚子好饿、哦。香槟，我是不是第一次看过这个的香槟 Max？ 哦，不是 Mix。很酷哦，好像不是第一次看，还是其实是看不到荧幕了，这特效好讨厌。来自十一天前，却再不丢要忘记了，不会忘吧？没手机相当可怕的事情，对，看不到脸了。没有手机就是噩梦，对。除了打手游，还有什么娱乐？我最近在买东西，买衣服，对。谢谢西西的相思会员票，挡住我看海海呢，应该看过一次，对，好像有看过吗？之前丢过这个的 Max， 对，我就想说好像有看过。母汤要谢错人，没有，我没有谢错人啊，因为刚刚你的特效会员票特效先出来，然后就被香槟盖掉，所以我回来再谢谢一次哦。要更新看看，是掏叉，我跟秋平安最近一起买，我又买了超多的，还没下单啦，要想说618，它就是六月有活动这样，然后6月1号就开始，所以我今天半夜可能就会下定咯。今天过一半，对啊，很快耶、欸、怎么有红包哦，我的，谢谢大家抢包的时候要记得追踪主播 IG， 对，谢谢。新购物车时间，对，我就买很多新衣服。618年中庆，切故意他想挡改版后的人。哦，虾皮618，对，好多都有618的活动。618到底是什么特别节啊？为什么？我一直有点好奇，618为什么会有？双十一我知道，但是618是为了什么而衍生的？这礼拜我端午节，对耶，今天的愿望达成了吗？我今年许了什么愿望？上选吧，这样上人的节日，合照会后台抢优惠了吗？是合照会是618哦，下礼拜是，我不记得那个日期。谢谢西西的星耀女神，没错，618619是不是？还是617618？我喜欢吃粽子吗？还不错，但是不会吃太多。商人想赚钱，每天都可以是值得庆祝的节日。礼拜四要实体课，早上5点半就要起床。哦，对耶，是不是只有高三才就是直接实体到毕业，然后其他就是要回去上课这样？加油！干巴爹，我有点在像在说风凉话，但是加油，我要毕业了。苗栗粽618619，18/19。谢谢西西的好多星耀女神会员票。好，我还没讲完我的麻辣锅的故事。对，然后我就早上看完嘛，就看完10点，然后10点 P 完下就11点了，我整个全身超酸痛，然后肚子超饿，我整个有点。就是负的那种 HP， 是 HP 吗？生命值是负的这样，然后我就直接 call out 妈咪说，你可不可以来载我，然后带我去买那个麻辣锅这样。其实我那时候弄完牙齿，刚弄完有点痛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已经早上想了一整天的麻辣锅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还是我就吃一下，而且他打麻药，我其实不知道我到底怎么吃，然后我又超级想睡觉，
我觉得生命只是负的这样。对，然后我就叫妈咪带我去买，结果没有开。对，然后我就回来继续睡觉。我在想会不会也是比较好啦，这样我刚弄完牙齿，然后麻药还没退，就先不要吃，这样那个刺激。对，但妈咪刚晚上帮我买了，所以我等一下要赶快去吃麻辣锅，好开心。谢谢幻影战士的我和你的爱宠，刚弄完这麻果泰姆，但是就很想吃啊，心心念念的麻辣锅。对，这学期都欧趴了吗？没有欧趴，但是因为学分够了，我就没补修。对，而且补考的时间在我去露营的时候。Thank you。对，我只要回去毕业典礼。今年没包粽子，请你家妈咪讲。我们也没有包粽子，我们粽子都是别人送的。吃三天粽子这么多。而且我每次买那个都是买衣服，绝对是买衣服，订网购绝对都是买衣服。我现在实体感觉已经找不到我喜欢的衣服，而且我又觉得很贵。你们知道我就是一个小资女孩嘛，对，我就想说在网络上买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虽然衣服应该还是要穿久一点比较好，但我觉得就是你们看过就我就不会再穿了。没跟老师要求勤改时间吗？怎么可能？补考是全学年的事，所以没有办法。我有去问啊，但因为是我那时候问，是因为我还不确定我有没有过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超低空的。我的必修早就已经满了。对，然后选修就是。选修学分本来就比较少，然后就加上这学期，我一直很担心我选修会不会没过这样。但是我后来低空就是差两分这样，就是只有高两分而已。精算师，学分精算师，明年还能高四，出去。浴衣的话是可以再复课。对啦，浴衣就是，但是平常出门不会穿浴衣，就是特别的时候才会穿到。可以跟成人借衣服，是可以啦。谢谢 Dragon 的啾啾你哦。谢谢。我们看过好看还是可以再穿。对，但就是那个趣味，不是趣味，就是那个新鲜不新鲜了。 IG 发过的照片，你们就是你们会按了，但是路人可能不会按，这样一样的衣服的话。反正计划通只要过就是过。对啊，精算师啊，早知道我之前就不要花钱去重补修那个数学了，我根本就不需要那些学分啊。我选修多蛮多的，不是选修，我必修学分多蛮多的，我就不要花那个钱去补修。而且我之前补修的时候，我还遇到一个毕业后回来补修的一个学姐，这样我就想说，感觉好像很容易回来补修，我就想说能补修的时候就先补修这样。对，然后就我多花了很多钱这样，其实根本就不需要，根本不用再加上数学这种。大学也会有数学吧，学分的分我不用补修，只有你不用补修失算。数学真的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成为数学小达，分不再高有过就行。对，什么作弊怎样，穿什么都好看。谢谢赵灿妈妈的百事可乐。啊，你们有听到我的肚子在叫吗？他刚咕了一下。但是我其实不敢空腹吃辣的东西。我之前有一次，哦不是有一次，很多次空腹吃辣，就空腹吃春雨啊，或是空腹吃麻辣烫，我整个胃超痛。我大概先喝一点牛奶。对，你们有听到哦。大学没有任何一门是数学的，那我就可以，也可以不用数学吗？有我向量吗？我甚至忘记向量是在讲什么。这边有一个数学课本，可以请他当你的教科书。大学没有数学，大学没有数学，大学还是先把它当成需要。大学搞定了吗？待处理。
待续中，对，看科系。毕业回来补修，感觉在凑人。我在凑人，我没有在凑人，我是真的有这个经验。有些根本不需要。功课是春雨会肚子痛，春雨是那个哎、欸，泡菜，辣泡菜，这个真的蛮辣的。但我现在越来越可以克服它，因为我都加超多水的。光学原文就忙死了，不是塞数学，法律系没数学。空间，空间，哦，是 X Y Z 的那个吗？是三条这样，看得出来吗？我看一下，这样的那个吗？确实是冬粉，对啊。还是可以好好 hold 住大学的，我会努力的。大学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希望我不要像之前一样新的开始，然后就只有开始。大学联考微积分录取之后就没有数学科，所以指的是冬粉。好啦，但是通常就是 seven 的春雨就是指泡菜冬粉这样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家是这样。向量是有方向，长度也好好，没关系，我退出，退出数学这个游戏。有触角的神奇生物，谢谢小右的红玫瑰。三管也没什么数学，上面画一个箭头，完了我变笨蛋啦，我就忘记了，上面画什么箭头啊？新的开始，一个月后上假如说上课，不会，我不会。害命！你选日文系不懂，可以稍这可以请教西西老师。西西老师是不是很多人日文系啊？我要认真持续一周，持续一节课吧。下一节课开始睡。向量是哦，这个念过喽。管院还是有统计学，看过不少大四学长姐回来修。哦，太难了。小七的春雨我都是买鸡汤口味。我们以前都只吃春雨，后来有一次买鸡汤，就是觉得还不错，但是因为鸡汤有很多那种什么葱还是什么东西的大菜，我就没有很爱，但也还是不错啦。就是想要温和的吃点低热量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吃，就蓝白托，谢谢哦。每个人一开始都是这样说的，对啊，就像我每次新的学期，我拿到新的课本，我就会觉得我要好好做笔记，我要把字写得很漂亮。还真的只有第一课这样，每次我课本是在往后翻，我本来就是一开始会有笔记，然后变得潦草空白这样，这是一个阶段。会化妆上课吗？不会，我真的懒啊，我能多睡就睡。狠狠的还给老师了。海灿啦，有春雨吗？满地的日文系。对，留学哦，大一不是有数学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课本要旅行，这是口水痕，没有，我不流口水的好吗？学期中后课本就是全新的了，而且我最近跟姐姐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讨论到了。舌头放的位置，我之前是不是讲过这件事？但我们前几天又再度讨论了这件事情，然后他居然是给我一个新奇的脸，我就想说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吗？他说真的哦，这样我不知道他之前是有没有在认真听，就是说平常的时候舌头是要放在上面。就你要贴着你的上颚这样，就是你的舌头是你的上颚，你要贴住它这样。然后它通常舌头就是在下面这样，我就跟他说，就是你舌头放在下面的话，就比较有双下巴的感觉，然后就是这边就会比较肉一点。我不知道完全没肉啦，对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舌头一直放在很好的位置，还是因为我偏瘦这样。后来没有，对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这边我现在没有在胡乱，可能我。的那脸的那骨头比较大一点，所以就可能比较没有双下巴。但我就跟他说，舌头是要放在下面，不是放在下面，不能在下面，在下面，
在下面会变不好看，是真的。然后那姐姐会敷衍你，是真的，脸型比较好看。对，怎么放在上面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嘴巴闭起来的时候，然后你就是舌头就会在摆在上面。通常舌头不会摆在上面的人，就是可能是用嘴巴呼吸的人，就是嘴巴呼吸的。然后如果舌头放在上面的话，就会被挡住，你就呼吸不了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就是过敏啊，还是可是通常会口呼吸的人，就是因为会过敏，然后鼻子会鼻塞，所以才用口呼吸。对，如果没有鼻塞，就是没有鼻子塞住这个问题的话，就通常用鼻子呼吸比较好。对，因为你舌头一直放下面，真的会变丑，好像就是下巴会后缩，然后这边就是会有一点这样一个肉这样。对，所以你尝试把舌头放在上面，就是我不知道，我想看，像你们吞东西的时候，舌头会上去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一直都是黏着的，所以我其实不知道。但是如果你们试试看吞东西，就是那个舌头要贴在上面的那种感觉，一样嘴巴呼吸就能站在别人下面。对啊，我没有办法接受用嘴巴呼吸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会这样会吸到很多灰尘。但姐姐好像就觉得还好，用嘴巴呼吸的话，我怎么觉得看我用嘴巴呼吸，我会觉得很奇怪。是不是姐姐多半都是这个状态？嘴巴闭不起来吗？但我今天在看牙医的时候，我也有想到这件事，就是你们就是如果嘴巴呼吸的人，然后看牙医的时候要怎么办？也是用嘴巴呼吸吗？可是不会干扰到牙医吗？我今天在看牙医的时候，我有想这件事情。那狗狗舌头抓的时候都粘在上颚，听起来很不妙哦。有过敏习惯口呼吸，对啊，就是嘴巴呼吸的人啊，所以就是要想办法把就是鼻塞治好。那要很刻意，其实应该是要习惯一下，就是才可以贴在上面，就贴在上面才是正确的。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报道，就是好像有两个双胞胎，对，然后就是女生嘛，然后一个姐姐一个妹妹，好像他们本来都是用口呼吸，然后有一个人还有改善回来，那个口呼吸把它改回来之后，他就是长得比较漂亮。我没有在胡乱，我听起来好像在胡乱哦，但是真的有那个照片，就是口呼吸比较容易龅牙，然后下巴后缩，然后有一个什么双下巴之类，就是这边会比较肉一点。对，谢谢博成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现在改习惯还来得及吗？我是不知道哎。等下我查看那个报道怎么查得到，你们可以查查看。可是要说，就是如果是那种过敏的人，感觉就比较难。你们查口呼吸双胞胎这样，你们去看一下那个报道，是真的有差，就是。我不知道下巴是后缩还是往前呢，反正就是，对，下颚现在比较不明显，因为国文老师很好，没有我的国文老师也是很严格的哦。有个胡乱的冷知识，这不是冷知识，这是真的。李家双大小姐的故事，但是真的有差吧？我是觉得有差，因为全家只有我，就是四个小孩，只有我是用鼻子呼吸的，然后我没有龅牙，然后 QQ 跟弟弟姐姐他们都微龅这样。经常上胡乱，我也觉得很像胡乱，但是就是真的啊。对，这个是有根据的，这不是农场文，这是真的啦。这是农场文吗？我现在开始怀疑了。没有龅牙，现在只有你用嘴巴呼吸，只有我用鼻子呼吸。对，
不要骗我，我不知道。麦芽是后天出来的，我不知道。龅牙这件事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双下巴的部分，双下巴的部分我是觉得有差啦，很像农场。好，鼻子才对，我还是相信这个，真的，我真的相信这个。是哪一篇不知道，就点点看的。我也不是特别看哪一篇，我不知道，很久以前看到的。下巴会比较好看，就是会，不是下巴会往后缩，然后就会看起来是龅牙吗？双下巴是用嘴巴吃太多的关系。好了，反正龅牙我不知道，但是真的就是。下巴这边，如果你舌头贴上去的话，就会比较好看。2014，找到一篇论文，真的有提到，对吧？是吧？笑死！吃太多糖有关系吗？我是不知道啦，害我现在很想吃糖，吃一个巧克力好。但是真的，强烈建议大家。如果没有过敏之类的话，就用鼻子呼吸吧。但是好像通常没有过敏的人就不比较不会用嘴巴呼吸。但我现在知道就只有 QQ 啦， QQ 就是没有过敏，但是他用嘴巴呼吸。那研究是真的。舌头顺时针，欸，没有哦，这个梗是我给你们的。这个梗我用过了，舌头顺时针转跟眼睛逆时针转，你可以试试看舌头顺时针转跟头逆时针转，没仔细看。通常都用鼻子，对啊，但是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呼吸，肯定会用嘴巴。我有尝试，我有跟他说，就是要用，我有跟他说要用。就是舌头要贴在上面比较好，用鼻子呼吸比较好，但他好像改不回来，我就想说，就算了，幸好还一把。对，过敏仔鼻子塞了，只用口呼吸，对，所以可能只能把鼻子治好，但是过敏是不是治不好？那是真的没有办法。为什么突然播到一个很厉害的老歌的感觉，把自己敲醒。每天注意舌头位置，好像，但好像要习惯一下，但我其实也不知道要怎么改变这个长久以来的习惯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跟 Q 说，就是我只有跟他说，你有意识的时候，就你可以突然想到一下舌头应该贴在上面。要有腹式呼吸法，我也想学腹式呼吸，因为我就是我肋骨外翻，我想说是不是好像可以练个腹式呼吸。我真的。一堆毛病，尽量避免过敏，但是根除有困难。哦，二姐威严，没有，这我不能逼他，就是我只是想要让他变好看，他就是不想也没有办法，或是他改不过来，真的没有办法。鼻子呼吸比用嘴巴呼吸的人可爱，这是真的吗？对，我骨头有点毛病。QQ 先救以后可能是重要战力，用嘴巴呼吸，结果就是没有下巴。你们现在可以试试看，就是，我的好像看不出来，就是你们把舌头放在下面，看得出来吗？然后跟我把舌头吸上去，有差吗？你们看得到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这边好像有点凹，所以可能看不出来，就是这样，跟这样。有差吗？看得出来吗？可能是因为我平常就是有习惯这样。好，那你们自己试试看嘛。外翻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记得很多外翻，对，好像呼吸的不对的话就会外翻。就是我也不太确定，但是就是
我的肋骨就是凸凸的这样子。好像你肋骨原本是这样吗？然后肋骨外翻就有一点，就是这样，这样。就原本是这里肋骨这样，然后有点变这样。然后我两边还外翻的不一样，就我左边比较凸。姐姐比较有差，有，她真的有差，胜负还在下巴肉。刚有事照镜子真的有差，对，练习一下，练习一下，拍照的时候练习一下。好像是有点像你吞东西，然后吞到一半那种感觉，就是怎么讲，我也不知道哎。那个报道是真的，详细的分析过了，谢谢谢谢。嗯，舌头贴上去，双下巴真的缩进去，对，但是应该很难一直保持着贴着的状态。肋骨王为什么会这样？好像是，我这个也不知道，就好像是因为我没有很研究这个，好像是因为一般呼吸的不是好像肋骨吗？还是什么横膈膜吗？我已经脱离生物好久了。就是那个横膈膜上去还是下去，然后就是整个扩张嘛，然后我好像就是没有很好的扩张肋骨，然后就是有点肩膀比较多，我也不知道啦，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它，反正就是好像是我呼吸的方式不对，所以就外翻这样。还没毕业怎么会很久？怎么还没毕业？闭起嘴巴只有舌尖能动。什么意思？嗯？横膈膜，横膈膜以上胸部，横膈膜以下腹部。太习惯胸廓，对我，反正我就是不太知道，但是就是我呼吸的方式不对。对，呼吸的时候肩膀会往上。对，就好像不太对，横膈膜。长期呼吸过短，要急促姿势不良就会造成肋骨外翻。我也觉得可能大半部分都是因为我姿势不良的关系，因为你们知道我以前国小的时候写作业怎么写的吗？我整个这样子，就是我会写到整个这样弯过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想到那画面觉得很好笑，但是我写作业的时候我是整个这样，我是弯的，所以我可能我有脊椎侧弯，然后因为我要翘二郎腿，我有脊椎侧弯，然后我又有肋骨外翻。对，因为我写作业就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象得出来，但是我就是这样子写的。我长得很厉害，我已经有点忘记，但就是应该就是很弯这样。我从来没有坐正写过作业，帮隔壁找答案。我长短脚有吗？我真的不知道哎，要去整骨了。你有专写作业没有？肋骨外翻直接传到骨盆前倾，对。一堆问题，我的骨头。哎，谢谢最美好做操，谢谢。很可爱，谢谢。练习要求乖乖们练习拍下给涵涵看。怎么你讲的感觉是站姿的问题？哦，这真的不是站，肋骨外翻好像就真的不是站姿的问题，好像就是那种驼背还是什么。还可以站着，但是肋骨外翻就是一直会站，就是会一直突突的，就是我就是突突的。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，我特务的那个月的身形，然后就是有一边就是有一点阴影的感觉，看得出来吗？就是肋骨的地方，然后有一边比较阴影的感觉，那个就是因为我肋骨外翻。一般人来说不是身体就是会这样圆圆的吗？啊，我左边的肋骨凸出来，所以就是，对，现在来研究一下，好，你们现在去看一下，我偷吃个巧克力。小骨吗？好，大家穿的是特务是不是？
其实证券应该也不会170哦。竟然涨到123很厉害，还是因为我，就是我国小的时候就本来就应该，我国小就涨很高了。但是小镇平安知识，那其实我也有点驼背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有努力在矫正驼背，但是我没有矫正我的肋骨外翻。看到我说的阴影，对，左边阴影比较深，对，对，我会有点驼背。但是我那种上节目的时候，我才会，我也没有上过节目，但是有拍东西的时候，我才会自我意识要，就是要好一点这样。但是我平常就是习惯会有点驼，站着的时候其实有一点，但我现在就是想要，就是我的自我意识是，就是连平常没有在干嘛的时候，就是也要记得不要驼背。刻意克制功力才没有涨170，我也没有上节目，对啊，妈妈会驼背是正常的吗？快乐单通告，期待我加油。驼背几乎每个人都有，对，但我想要就是好看一点，保持骨盆前倾、腹肌出力。哦，骨盆前倾我也有，就是如果我就是调我自己的体态的时候，我就会自己骨盆前倾也要给它卷回去。对，就是对，就是腹部要用力，然后我就这样，然后我就会突然很端正的感觉，像一个士兵这样，那我就会，对，我现在练舞的时候，有时候看镜子，我也会哦。鲁玛的时候没有，因为我没有余裕在看镜子挑我的体态，就是鲁玛以外歌，我就会就注意我的整个有没有是正的。跳舞加油，整个都太往前，骨盆跟肋骨都一样。鲁玛，Hello。等一下来念榜了，我要去吃我的麻辣烫，好开心。居然想喊喊，饿了吗？我很饿，我一直都很饿。巧克力好好吃，虽然没有人不知道，但我还是推一下。谢谢阿基拉的，哦，我怎么吃个巧克力整个大烧香？谢谢阿基拉的与你共舞。很喜欢吃金三角巧克力，那差点，可是真的很好吃，我也很喜欢吃那个麦什么，一个红色的，然后里面是麦芽巧克力吗？拇指折一个下来，不会，我就用牙，我就用牙，就是我就直接这样，这样会弄脏手指。我不应该这样说，我现在要念榜哎、欸！我觉得太好吃了，谢谢刚才怦然心动。东南人的金三角，哦，嗯，谢西西的香槟在宝屋。这太甜我不行，我也能接受，超甜就很好啊，谢谢。我吃巧克力就更甜了，不是瑞士巧克力，瑞士巧克力是那个，是那个薄荷巧克力吗？麦提莎，对，麦提莎。谢谢阿克拉的告白气球，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人说，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搬的，就是用嘴巴这样搬。那我之前好像看网络上有人说是用推的，然后我有一次用推的，超级难推的，然后我手上都是巧克力。感觉有点苦味，没怎么没那么爱，我喜欢牛奶的。好，念榜咯。今天的第十名是博晨，谢谢博晨，谢谢。第九名是八字，谢谢八字，谢谢。
名是花生，谢谢花生，谢谢。第七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，谢谢。第六名是羊圈里的鹿，谢谢羊圈里的鹿，谢谢。第五名是扎肯，谢谢扎肯，谢谢。第四名是思豪，谢谢思豪，谢谢。第三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，谢谢。第二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，谢谢。第一名是切斯切尔，谢谢切斯切尔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我要去吃麻辣烫咯，我已经太期待了，我期待了一整天。谢谢阿基亚的爱的烟火，吃晚餐，放饭，可以明天吃麻辣烫，拜拜，好好吃的巧克力哦，拜拜。的话可以吃个巧克力吉拉，我们家有牛奶。好，拜拜。